今天我们又来钓鱼了。现在今天的钓点是在悉尼的铁桥下面，这边就可以看到那个歌剧院，非常漂亮。走吧，看今天有什么收获吧。实在太美了吧。早上已经有人开始在出钓了。哇塞，人不少啊。哎，这边钓鱼环境真的好。小伙伴已经到了，现在在准备线组、窝料什么的。哎，我看到你车了，你车停那个，停到9:30。到了第一件事，准备窝料。这是上次用剩的窝料。第一杆，开钓，开钓。小鱼，sniper， 小毛 sniper。不大，小的不够。Sniper 够过吗？没够过。鱼仔啊，广东人鱼仔，鱼仔啊，不错，第一杆，拔得头筹。这条
比刚才那个大。不大，不大，不大。我操！操你妈！不跟你耗了，这条哥，转弯里第二条。五，这么大，先等会儿吧，等你上鱼的吧，再一起放吧。先放就好了，下去就行了。来。我操！什么鱼？不是，上来吧，林爷。这条应该够。量一下，感觉将够不够？够了，28，够了，28。这是 Mickey 新买的渔网，100刀。张嘴，操！咬的挺严实，你看这鱼，我操，我操，掰都掰不开，我这。走你啊！操，不小、我操，这条不认不小，飞起来。再一条 Green，
料肯定够。好，下雨了。小鱼，觉得他妈好像有鱼似的，别啊，他妈下雨啊，操！操，剥皮啊，剥皮！剥皮。剥皮，剥皮也行，小小小剥皮，哇塞，放着。感觉现在是把00号当0号钓了。我刚是阿波迅速的下沉，都没有感觉到线在动。上了上了。雨仔，我这有 ，Come on, baby。我操，又是剥皮啊！我操，这条剥皮，不小。我操，这条剥皮不小。不是你是25是吧？25。这有25。这条量一下，我估计差不多。我帮你量一下，够呛，这条差2斤。不知道。我看干不完。不知道，这条应该不够，不够20。哎呦我操，这剥皮！哎呦，今天可以吃煎剥皮了，操！我估计刚才那条也是他妈剥皮。
Mickey 上鱼了 ，Mickey 上鱼了。哎，咋了？二操，刚给你打开。今天 Mickey 今天拖了几条鱼啊？今天他妈拖鱼大王。现在我们是在叫 Blue Point 的这地方，就在悉尼大铁桥下边，环境非常好，这个钓点水够深，只要窝打好了，鱼非常多。来了，上鱼了，上鱼了，看这次会不会拖 Mickey 啊，我这边也有，我操，连杆，看到没，我这个小鱼。哎，这个不小不小不小，上来啊，飞飞飞，哇，这条不小， good good， 这条够，这条够，鱼仔啊，鱼仔啊，台湾台湾，鱼仔啊，放生。Mickey 慈善喂鱼了，现在。我说你现在又慈善喂鱼了。今天还行啊。一开始没啥口。先钓了 Green 不少今天。我两条，你三条，然后我三条剥皮，一个球巴里，球巴里今天少。你的导火勺是修好的那个吗？新换了一个勺头，一个30块钱，我操，这个挺好的，对吧？这是在丹尼尔那家买的吗？小鱼，小鱼，来了，我操，这条不小。Come on, come on, boy。啊，
跑了。Shit！ 都断了？没断，脱了。收竿上小鱼，绝逼的。收竿，收竿，这个点不错。看一下今天线组啊，外挂，外挂是打阿波，然后这是功夫，功夫林林，然后超瘦八字环，1.75号的直线，2号的主线。然后勾的是一个很小的勾的，忘了几号。看今天的鱼货，All right, let's go。垃圾，虾子，鳜鱼了。垃圾收拾一下。风景美如画，对面就是铁桥以及悉尼歌剧院。这个地方钓鱼简直太爽了。好了，到停车场了，行了，下次见吧，拜拜。